我，你有一，看着像那么回事了。解决地下仓库的事以后回来找我，避难所的地下仓库。 动作太慢了，这些虫子肉风干了，喂地下仓库，这是个小考验。老王刚刚和我说，这些年这。
么人？叫他！
找事儿的来了。狠狠招！
干得不错，小鱼儿要是找不回来可就麻烦了。听老王说， 你是说有人闯到了我们避难所附近？难道是要去自五六避难所启用以来，我们就有一个使命，在合适的时间派出一名先遣者前去外面的世界。现在外来者已经闯，你一直是避难所居民里表现最优秀的一个。我们的避难所或许先去和避难所的大家告别吧，然后我会告诉你你的使命。你将要离开五六避难所很久，出门之前去见见大家。是你啊，你要出去去多久？远不远？真羡慕你啊，可以出去看看。不过既然卓玛选了你，你一定是最合适的。我们都相信卓玛，我的手艺可是一流的。不过你出门后也是，你一向是咱们几个里最厉害的，肯定没问题的。等你回来了后一定要跟我讲讲外面是。你小子扣扣，卓玛居然选了你，你能不能行啊？哎，等会儿，你把这个带上，里面是以前的钱，据说过去就是用这个在外面换东西的。外面可能和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，你小心些。游戏机被毛毛占着，我都玩不上。具体情况卓玛已经告诉过我了，进来吧。卓玛让我帮你检查一下身体状况。身体素质不错，没有明显的病变，辐射耐性也很好。你的肩膀上有一块伤疤，
没关系，没什么大碍，你的状态很好。避难外面的情况也许很糟，如果我是卓玛，没什么，出去。和大家道别了吗？是时候去完成我们被托付的使命了。那是浩劫日，世界毁灭的一天。我的祖父带领村民逃向避难所，可是从天而降的灾厄依然找到了他们。在一切陷入绝望的时候，一个英雄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他摧毁了机器战士，拯救了村民。离开的时候，他将一个盒子交给我的祖父，并告诉他，这个盒子藏着复兴人类文明的关键，这就是创世之河。避难所的大门缓缓关闭，他的身影消失在了毁灭世界的白光中。我的祖父临终前将避难所保存的蓝色立方体，太像了，那时候阿爷回，于是我想阿爷没有回来，那现在到你了，也许你才是被命运选出来的人。你不但要去挖，我不知道当年的只是30年，记住你的使命，去替避难所找到创世之河的另一半，把这些干粮都带上，趁天色还早，收拾好了就快出发。知道了，傻孩子。
这腿烂的快感觉不到疼身上的家伙不错嘛，朋友。需要打造装备的话，就来找我。身上的家伙不错嘛，朋友。
是什么人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没见过。如果你想在四十里铺找什么人，可以。老徐是这里的老大，你去找他就行了。村子里最大的那栋房子旁边，你走过去就能看到。还有什么事儿？老徐是这里的老大，你去找他就行了。问这么多。村子里最大的那栋房子。来找活计的吗？呀，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照片了。等等，这个人我可能真的见过他。我不确定你找的是不是我记得那个人。很久，哎呀，已经没了，被一伙拾荒暴徒抢走了。那些家伙占领我们的拾荒地盘，当面抢走了我们不少。你那群匪徒可不是好惹的，咱们村的一群人都不是。出了四十里铺，沿着废弃公路一直往东走，被霸占的拾荒场就在废弃公路的南面。
那些匪徒凶得很，还是不要蛮干的好。你居然，你真的赶跑了他们？呀，好，好，你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。有啥需我知道的不多，当年我在这附近拾荒的时候遇上了他，他让我带他去最近的聚居点，所以我就把他。你赶走了那些抢我们地盘的匪徒，这块手表也是你拿回来的。哎，你要找的人当年让我带他去最近的聚居点，所以我把他带去了希望镇是附近最大的镇子，出了四十里铺沿着北面大路走，脚程快，又不出意外的话，现在这个世道嘛，到处都是意外，什么怪物、强盗，到处都是。